嗨，小伙伴们好，早上6:10我要上楼看日出了，爬上我昨天制作好的梯子，上面有位小帅哥在等我，走。哇，有点害怕呢。哦，我来帮你拿吧。看，这就是我的梯子，我见到小帅哥了，就是他。Hello Hello， 阿婆，你敢上来吗？可是有云哎，但是月亮是看到了。看，你从天上见的月亮。几百年都没有吃过方便面了，几百年没吃到泡面。看日出吃泡面，哇，就两根，也真是悲惨。哇，因为人发现我们了呢。发现我们也没关系啊，这是我们自家屋顶又。小闷灯。咦，他们两个相遇了，哇，在打架。他们俩在干嘛？在看花花，在谈恋爱。一大早。你们是不可能的。这是我们准备的一个小桌桌。这是我的咖啡。斜面操作难度升级，有加油，奥利给！哇，哦，水多了，然后给我加点茶，刚好还剩一点水。好嘞，哦，完美。哎，今天是看不到日出了，昨晚都问了 Siri， 不是 Siri。Siri， 在视频面前我就要纠正你的发音了。昨天我查了一下，说今天早上的日出是6:23，然后现在已经是6:21了。我看了一下这个情况，因为云层太厚了，估计我们是看不到啊。就当早上起来吃早饭吧，在屋顶吃泡面也是另外一种享受，是吗，小帅哥？有点寒酸。寒酸吗？那你想吃啥？我要吃我的 toast。什么东西？应该是麻粉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是面包夹鸡蛋夹培根夹 avocado，然后夹 cheese。算了，我不喜欢吃那个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主要是没有豆浆油条。因为我谁现在开店？5:00就爬起来了，对吧？日出看不到了，泡面好了，不过哇，口水流出来了。那边红挪到那边去了。好吧，那赶紧吃吧，好香啊，看你这。赶紧。我还闭着眼睛吃，怕我也要吃我的早饭了。偶尔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。哇，这太着急了，慢一点。你看嘛，那个地方被云层遮住了，重新再选个好日子来啊。是的，老爸同意我吃泡面了。哇，以前坐火车的时候，你满火车的那种泡面味。我们以前坐的火车有绿皮火车。哎，那时候泡面是啥呀？统一和康师傅这两个牌子，老谭是他们。康师傅吗？啊，还有一个牌子叫白象，它叫统一，这名字也得了。哇，好爽！还有一种独家泡面方式，袋装的那种，哎，他们直接倒开水进去泡，口口一打开，哇，我觉得好厉害哦，我学不来。不烫吗？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，然后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，舒服。哇，吃完了还可以躺起，今天还要看日落，爽吧？6:30了吧，至少。哎，哦，我看到日出了，哎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过来，看日出。哇，我以为没有了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在我的背后看到没有，有个红红的，看到吗？哇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今天下午看日落哟，所以视频还没有完哦。这个水咋拿下去的？我们两个分批拿，别有点难哦。先给你水壶，来，那你这样就不难了。真的很难，真心的。第一次下这个楼梯，昨天做好就没上来过。现在我要去看夕阳了，早上说的现在要兑现承诺， Let's go， 看我背后的夕阳，看到没有？早上看日出，晚上看夕阳，我们家屋顶又可以看夕阳，又可以看飞机，简直不要太。